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我们的线上圣经研读，我们一起来祷告。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处，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也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够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光，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的。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谢谢你对我们的爱。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不论是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的意念呼吸，你都认识，你都明白。谢谢你永不止息的爱，谢谢你丰盛的爱。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你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眼早已看见。在我认识你之前，你早已爱我，你也已经拣选了我，以至于今天我可以到你的面前享受你的爱，认识你，跟随你。这是何等的特权，直到无论何时何地，在任何的状况之下，你总与我们同在。求你继续帮助我们，亲爱的圣灵，我感谢你，谢谢你总是将父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主耶稣。现在求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开启我们属灵的悟性。你是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启示者，帮助我们更多的爱耶稣，认识耶稣，并住在主的里面。亲爱的主，求你让我们能够更多更深体会你的心意，不论今天我们的信心在哪一个层次，都求你继续的提升我们，让我们牢记你的话语，满有盼望的跟随你，让你得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假若在一个无人的荒岛上，有一棵小树苗长大成树，在这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见它，后来它倒塌了，它腐烂了，树身被分解，又成了泥土。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没有人听见，没有人看见，那么这一棵树是否真的存在过呢？有谁能够证明它曾经存在过？若是没有人可以证明它曾经的存在，它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我们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诗篇139篇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母腹当中还未成形的时候，
上帝已经复辟了我们，我们的受造奇妙可畏，我们不是随意被造，也不是随意来到这个地上，因此我们是有价值的。我们的价值在于上帝创造了我们，拣选了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上帝的爱在我们前后环绕我们，按手在我们的身上，从来没有一刻我们是孤单的，从来没有一刻我们是不被观察的，从来没有一刻我们的所行所作所思所想是不被关心的，因为上帝爱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我们的形象是尊贵荣耀的，是上帝的反应，是天与地的连结。不论世界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价值以及尊贵的身份地位永远不改变。上帝的爱永远在我们的前后环绕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难怪保罗和希拉在被关到监狱里的时候能够欢喜快乐地赞美神，困难的环境越发衬托出他们的信心以及对自己真实珍贵身份的认知，这样如金金般的信心震动天地，属天的实际震碎了在地上对他们的限制，手铐脚镣肩门顿时打开。这就是属天的子民在地上行走的样式。我们现在来到星期四的晚上，耶稣将在周五被害钉十字架，在周四晚上完成逾越节的晚餐之后，耶稣领着门徒一路走到橄榄山，目的要朝向客西马尼园去祷告。在这过程当中，耶稣做他对门徒最后的教导与交代。在过去几个月的研读里面，我们发现耶稣最大的关注点还是在门徒的身上，教导兼顾他们如何面对接下来的变故，让他们知道未来的计划，介绍圣灵给他们认识。对于他自己即将遭受到的极大苦难，却没有显示出那样的忧愁或恐惧。答案在于因他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所受一切的羞辱和苦难。这是来自于天堂的信心与父神之间坚固的爱的关系，是超自然更高维度的实际展现。今天我们就是要看到耶稣在他最后教导当中的最后一段，约翰福音的16章23到33节。从第19节开始，耶稣就提示门徒他们将不再见他，可是再不多时又可以看见他。在这段不看见他的时间里面，门徒们会痛哭哀嚎，但世人倒要欢喜。但最终门徒们的忧愁会变为喜乐，所以过程中间会有大的挫折以及痛苦，有如妇人生产，虽然过程是痛苦的，但是结局是喜乐的，而且这个喜乐也没有人能够再夺去它。第23节，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用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
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在这里提到两个时间，一个是到那日，一个是时候将到。我们从上下文可以知道，这个到那日就是23节所接的是22节讲到门徒后来就会有喜乐，而且这个喜乐呢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所以至少一定是在他们得到喜乐之后，而不是在他们痛苦挣扎他们不见耶稣的那个时候，是他们再见到耶稣有喜乐之后的那日。我们现在看是很明白，耶稣所讲的是在他被害被钉十字架，他下到阴间的时候，那时候门徒没有见到他，所以他们是忧愁没有喜乐的。那什么时候见到他呢？就是他死里复活之后。所以到那日至少是耶稣死里复活了。复活的真理和事实是福音的中心，因为基督的复活是战胜了最后的仇敌，也就是战胜死亡的结果。从此以后呢，我们在基督里再也没有死亡，无论是我们的灵魂以及身体都有权柄和权力不再死亡。疾病也是死亡的一种先导和形式，所以我们也有权柄和权力不再生病。先有十字架上的代替我们的死，才会有战胜死的复活。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福音书其中的记载并没有停止在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死，而是都包含了完整的福音救赎部分，都记载了耶稣的复活。整个福音的救赎部分包括童女怀孕生子，救主的来到，十字架的代赎，耶稣的复活升天，还有圣灵的降临。这每一个部分都是不可缺乏的，才是福音的完整救赎。当我们接受耶稣成为个人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开始对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罪的事实感到有信心，能够接受。随着我们信心的成长，对于宝血的大能还有十字架的功效越多的经历，罪在我们身上的影响就越来越小，我们就越能够昂首抬头活在这世界中，却能分别为圣，反映出耶稣神圣的样式以及生活形态。对于复活的真理及事实也是这样，当我们越多思想接纳承认耶稣所赋予我们复活的救赎，这复活的大能就会越来越多的彰显在我们的灵魂以及身体。当门徒们看到复活的耶稣基督，先前看到他被钉的惨状以及失去依靠的失落和彷徨恐惧就消失殆尽了，并且满有喜乐。在这里基督更进一步的说，不仅如此，门徒们的喜乐还要得到满足。在哪里得到更多的喜乐，喜乐得以满足呢？第23节说到，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26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这里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这个问的意思就是询问、要求、
恳求、祈求、切求耶稣。这对门徒来说是一个新的观念，因为在旧约，只有先知、祭司、君王有神的恩膏。这里讲到神的恩膏，就是神的力量、智慧，其实就是圣灵。只有先知、祭司、君王能够向神祷告，与神沟通，或者是说来祈求神。百姓一定要透过这些神圣的职分才能连接于神。所以我们在旧约总是看到百姓要先去求祭司或者是先知来向神代求，要知道上帝的旨意以及求上帝的恩典。路加福音9章51到56节曾经记载了门徒跟耶稣之间就祷告这件事的互动。那时候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到了，他们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然后到了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那里的人不接待耶稣，所以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所以他们不晓得上帝的旨意，就算他们要从天上求神降下火来烧灭了不接待他们的撒玛利亚人，也要先求问、询问、恳求耶稣是不是要这样做。意思就是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呢，耶稣要为他们祷告，成就这件事。当然呢，耶稣就转身责备这两个门徒，就否决了他们的询问，否决了他们的祈求，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性命，是要救人性命的。所以在这里的喜乐满足呢，耶稣讲到的是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前面耶稣已经介绍了圣灵，现在告诉门徒说，一旦圣灵来了，只要奉耶稣的名，他们就有权柄直接向父求，不要再经过耶稣，不用再经过去询问或是祈求祭司，然后再去向父神说话。因为他们是奉耶稣的名，就是他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而基督的灵也已经在他们的里面。当然这就要跨越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当圣灵住在他们的里面，耶稣在前面讲到圣灵会告诉他们耶稣过去所说的话，或者是耶稣当时的旨意，所以他们就可以按照神的旨意直接求。在奉耶稣的名这一件事上所指的内容，牧师曾经讲过好些信息，大家可以更深的去全面的补充他，认识他这个观念。至少我们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我们就读到过，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在最后交代的这个重点之前呢，耶稣在15章16节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他说你们要去结果子，这是我分派给你们的任务。这个结果子啊，讲到圣灵的果子，神的品格，他的品质，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有了这些，然后使他们可以奉耶稣的名。所以讲到某人的名啊，或者是奉他的名的意思是你认同他的名，你在他的名里面，他的名同时也代表你，或说你就代表他的名。这样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便不需要再有另外的中介，就可以与天父相连结。
我们知道天主教呢还是讲中介的，有人曾经说天主教就是非犹太人的犹太教。天主教认为教宗是神派在地上的代表，他坐在彼得的座位上，就是他坐在彼得的位置上，他继承了彼得的职务跟权力。大家知道彼得后来是被道钉十字架殉道，可是教皇在殉道这件事上他没有跟随彼得。他们是抓住马太福音16章16到19节，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很显然是得到天父的启示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基督说，你是彼得，因为他原名叫基法，神给他改一个名字，就是原来从一个小石头变成大石头。基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么天主教的解释是说，彼得就是教会的基石和领袖，但是房角的头块石头是谁呢？是基督。所以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应该讲的是彼得的任性，就是彼得所得到的启示，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接下来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意思是讲到教会以及彼得，就是信徒啊，就是我们啊，被赋予了权柄，可以与天上以及神的旨意相连结，就是我们有这样的权柄，因为我们跟彼得一样，我们认耶稣是基督嘛。在2023年，就是去年的12月18号现在的这个教皇法兰西斯啊，他预备要颁布一个法令，就是他要为同性恋开天主教的门，他要祝福同性恋的关系，他接受同性恋。但我们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以后这个天主教的神父就会开始为同性恋证婚，祝福他们婚姻的结合在上帝的面前，所以这些神父就会代表上帝赐福给这个同性恋的婚姻，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亵渎啊。现在这个教皇呢，他的家乡是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在那边也有一个办公处，在他的办公处的前面有一座彼得的雕像，他的头部后方有光环，代表他是神圣的，他有神圣的光圈，神与他同在，而且他手里还拿着天国的钥匙在右手上，就代表着权柄。当然就教皇的身份还有这个彼得的像所伫立的地方，我们可以说这个雕像本身就象征着是教皇自己。而且12月17号也是教皇的生日，就在那一天呢，天上发出闪电，把彼得雕像后面那个神圣光圈的部分打掉了。第二道闪电烧掉了他手中的钥匙。本来因为这个雕像很高，所以在这个建筑物的四周都有避雷针用来保护雕像，但是当天两道闪电在教皇的生日，在他的家乡他的办公室前面，就在他第二天要宣布颁布接纳同性恋这个罪进入天主教的时候，这个雕像被闪电击打，代表着什么呢？我想这是很明显的，神在告诉在天主教当中仍有心跟随他的子民。首先这代表来自于天上神圣的
这个光圈呢已经被打掉了，表示教皇所做的事是不圣洁的，这不是来自于天上。而他手中的权柄，这个钥匙也被拿走了，所以他没有属灵权柄了。神的权柄来自于神的旨意，如果一个人他走在神的旨意之外，他就没有上帝的权柄，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身份。当他违反了神的旨意以及道路，他就没有神的权柄，他没有钥匙可以跟天上连接，天堂向他关门。右手代表力量和权柄，现在你看到这个图像，他连右手都没有了。因为天主教是用右手来祝福，所以没有祝福。生命记18章22节，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意思就是那是出于他自己的，神没有给他这个权柄，所以他说的话没有效力。列王记上13章里面有一个邪恶的王叫做耶罗波安，他为外邦神建庙建祭坛，当他要向偶像献祭的时候，有一个先知来指责他，王很生气，就举起手来要命令将先知逮捕。这个时候他的手一伸出来，神就让他的手枯萎。神让他的手枯萎，意思是将他的手废掉，废掉他的力量跟权柄，这就是一个咒诅。凡是罪不要参与，更不可以去祝福，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凡举起手来祝福罪，神就会切断这个手所带来的一切的权柄。所以一些不圣洁的仪式啊，不管它是庆祝仪式什么仪式，都不要去参加，因为你去参加就表示祝福或是参与在其中。信徒是如此，传道人牧师当然更是如此。若是你所在的教会团契对罪的态度是祝福，那么你可以祷告神如何去和他们讲述真理，如果他们不听，你就要离开，以免这个罪的咒诅也临到你的身上。好，所以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首先耶稣告诉门徒，之后呢，你们就可以奉我的名直接求父，我也会为你们求父。怎么说？因为在我们没有洞察力和智慧还有知识的事上啊，我们不会去直接求父，那么耶稣会替我们求。那么耶稣这里说，凡奉我的名，就奉耶稣的名所求就会得着，那是不是说我们就不能向耶稣以及圣灵祷告呢？只能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呢？啊，当然不是这样子啊。啊，只是在这里耶稣将遮蔽门徒们的这个传统的面纱除去，就告诉他们新时代的运作方式，他废除了在圣殿里亲近神的方式，就是不需要经由另外一个中介，不需要经由祭司先知君王啊，其实这个祭司先知君王啊，这个身份都变成了是我们，对不对啊？然后他也告诉我们，在神在与神之间的沟通呢，是不需要任何另一个人的中介或是一个组织的中介。第二个，这里讲到耶稣过去用比喻来做教导啊，耶稣曾经说他是活水，是光，是生命的粮，这些过去在圣殿当中用来预表他的啊，这些的内容呢，实际上指的就是他。这些的预表跟比喻，一方面是用来激发人们的思考，给予他们空间啊，以免他们因为在思想上太剧烈的挑战而一下就拒绝了福音啊。所以耶稣出来讲道的时候，大多也是用比喻。
然后一方面呢，是因为许多的教导在他复活以及钉死之前呢，门徒是没有办法了解的啊。之后因为有圣灵的降临啊，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啊，就可以知道耶稣在说什么了。在16章的第12节，我们先前讲到耶稣说，我还有很多事要对你们说，但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就是他们不明白，因为没有圣灵在他们的里面。好，这就是25节所说，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但时候将到，就是等一下要去钉十字架，并且要后续起开启这个新时代的时候将到。那时候呢，耶稣说话就不再用比喻了，而要将父明明的告诉我们。新约除了福音书以外，耶稣讲到用比喻，我们其实是没有在看到有任何其他的隐喻，就是好像戴着面纱来讲一件事。我们看到新约讲话就很直白，就算是启示录约翰也是，就是明明记载着他所看见的东西。好，所以第27节就是耶稣不再用比喻，而是只说，耶稣对门徒说，父是认识你们的，他自己爱你们。我们看到这个爱啊，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这个爱是希腊文的 philei， 因为你们已经爱我，这个爱呢，它也是以 philei 作为字根。那它这个前后啊，大家可以不用管它，因为这是文法。在希腊文里面，大概有八种不同的爱的字，因为希腊文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语言，跟希伯来文刚好是相反。那我们一般所认识到比较常用的是四种哈，比如说第一种我们很熟悉的 agape， 就是一种神圣的、至高无上的、牺牲性的爱啊，这种慈爱，上帝的慈爱对于所有人。好，第二种就是 phileo， 我们在这边看到的 philei， 这是一种我们通常讲说对朋友之间的爱啊，意思是说有一种对个人性的这种深厚的感情。我们可以这样说啦，就是很高兴知道说啊，神爱我们，而且是一种喜欢啊，他喜欢我们，他被我们所吸引啊，我们的个性啊，或者是我们的被造，当然不是指我们肉体的部分啊，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的话是透过基督啊。虽然是透过基督，可是他也认识我们每一个，他爱我们每一个，他向着我们的情感是要因着喜欢和爱要给我们所有的好处以及祝福来丰富我们。而且他这个字啊是一个现在式，所以代表是天父持续的深情的喜欢着我们，爱我们啊，就像我们跟某些人会成为朋友啊，因为我们的意气相投，对不对？我们的目标相投，所以你会喜欢这个人，你才会跟他做朋友嘛。那家人或者是父所创造的所有人，那样的爱对于个人性方面就比较没有那么强调。比如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agape世人，神爱世人啊，他的爱是对他的创造，他要对所有他所创造的人要秉着一个救赎跟对他们有爱的态度做对他们最好的事。但是神对于属他的人呢，他有一种保留一种特殊的喜欢，一种温暖温柔深沉的感情他不会随着时间消逝。神将他所拥有的一切慷慨的赐给了你和我。一个人在世上可能没有很多人会爱他，但是如果神爱他，
而且是这样的爱他，那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下，他绝对可以面对所有一切的问题。人们可能会进进出出我们的生活，有时候爱我们，有时候反对我们，有时候让我们失望，有时候针对我们，但我们正被一个永远不会停止，永远不会减少的爱所环绕着。当你有这样的认知，你就可以接受这样的爱，并且可以承受所有一切生活可能带给你的苦难。那为什么我们这么特别呢？在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接受，我们顺服耶稣，我们爱耶稣，并且我们相信他是出于父的。这对于父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耶稣与父原为一，这需要一个从神而来超自然的信心，你才可以接受。记得在变相山上彼得要在山上建三个帐篷给摩西、耶稣跟以利亚，然后他们要住在山上。这时候天上有话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爱神所爱的，爱出于神的，相信上帝的作为。你想象一个非常爱你的儿子跟爱你女儿的人，你是不是也会爱他呢？当然这个是人的爱不能跟上帝的爱相比那个强度差太多，深度也差太多。不过我们可以稍微的想象了解一下。第28节，耶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这一节短短的经文就指出，基督不仅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他来自于天上，在地上完成他目前的工作，就回到天上去了。所以他是神子，耶稣是神子。大家记得吗？这就是约翰福音的主旨，让我们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29节，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30节，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这个问就是询问或是质问。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意思是说，真的吗？你们现在真的信了吗？借着这样的询问呢，耶稣其实就是要让他们更深的去思考刚刚他们自己所讲的话，更深的挑战他们的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接下来就要受到一个很大的挑战。第32节就讲到为什么31节耶稣这样说。耶稣说，看啊，时候将到，而且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好，你看刚刚门徒说他们信，但是耶稣说，等一下，你们就要跑掉，你们就要分散撒加利亚书13章7节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所以他们的信心在这里看到耶稣已经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的信心是很小，是很浅薄，是不成熟的你们稍后呢就会各归自己的地方去，意思 是说你们就会跑到你们想要去的地方自己去躲起来，而丢下我一人，你们就不会再跟随我了。但是没有关系，其实我不是一个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这里门徒的信心耶稣并不是说他们是假的假的信心，并不是，
而是说他们的信心是短浅不成熟的小信。尽管他们的信心很软弱，但是他们还是被天父所爱的。信心呢是需要考验才能够成熟的，没有经过挫折以及困难或是苦难的考验呢，我们就不知道自己的信心究竟是如何的。所以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正是我们的信心接受火炼的时候正是你要坚固你信心的时候，也是你的信心要成长的时候所以这是很宝贵的时刻啊。好，现在门徒们都信誓旦旦的相信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等一下就跑掉了。所以大家不要高估自己的信心，也不要害怕自己的软弱。我觉得秘诀就是我们要诚实面对自己实在的状况，不要给自己擦粉，不要躲避，不要骄傲，而是要谦虚的来跟随神，要让我们自己是容易悔改的。门徒们在周五清晨凌晨的时候，当耶稣被抓被审判的时候，他们逃跑了。在怀疑胆怯挣扎之后，周日晚上他们又回头聚集了，而且他们听从了耶稣的话，一起聚集等候圣灵降临。我们现在当然知道他们等候了120天啊，可是当时他们不知道，他们就是等，抓住上帝的命令，顺服到底。当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门徒兴起了，并且带着圣灵的大能，让福音翻天覆地。所以在哪里跌倒，就在那里站起来。第33节，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耶稣最后对门徒们所说的话，我事先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把你们将来的失败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意思是，我其实知道你们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一切都在掌握中。所谓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的意思是说，当你们在我的里面安息的时候，我里面的平安就会进入你们的里面。要得到基督的平安，就是要休息、安息、依靠、信靠在基督的里面，放松、有信心、休息在基督的里面。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你们可以放心，这是一个命令句。耶稣命令他们，你们要有信心，你们要有喜乐，你们要有士气， cheer up， 就是命令句。在苦难的当中，耶稣命令要有信心、喜乐跟士气。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战胜了世界，胜过世上所有一切的苦难，胜过死亡，已经胜过死亡还怕什么呢？我们安息在神的胜利当中。我们看到最后这几节的经文，耶稣所讲的话包括了爱、信心与盼望，这就是门徒能够持续跟随耶稣所需要的因素。首先耶稣说到，不仅是他爱我们，他爱门徒，并且父也爱我们，一种特殊的认识我们、喜欢我们、爱我们在基督里的每一个人。
接着耶稣肯定了他们的信心，并且挑战他们，让他们有更深更成熟的信心。最后耶稣给予他们盼望。记得我们在上个月讲到从盼望到创造，什么是盼望？不是盼望当世界大乱的时候，耶稣来将我们这些没有能力的人提走。我们讲过，这是一个不合圣经的错误的观念。盼望是以一种乐观的心态，以持续的期待我们所仰望的成就实现，在现象界。爱、信心与盼望，信望爱，不仅是门徒，也是我们所需要持续认知并且浸泡在其中的力量，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变化多端的世界当中，有信心的、喜乐的、蛮有士气的跟随耶稣，与神共同创造建立未来的世界。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献祭，预备我们的奉献。我们给大家一些时间来献祭给神。每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总要诚实的献祭。2024年的40天禁食已经结束了，不知道大家在这40天当中有什么奇妙的经历。我相信只要你忠实的跟随节期的禁食，神在你身上一定有美好的作为。这两天大陆在我们的四周演习，岛内有些人不断的随着背后的势力起舞，想要在这里挑起战争，让我们对海峡两岸说 Shalom。 我看到中天新闻截取了一段影片，大陆的解放军的空军在接受到我们这一方的应该是警告或者是劝导让他飞离的时候，他说让解放军来保护你们不是很好吗？他这样说也不是没有根据。在俄乌战争之前，某一个国家的总统就已经公然的宣布说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非常想要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以至于他们可以再次的收割全世界，让自己的国家不会因为过度的欠债整个经济崩溃。让我们持续的祝福海峡两岸的平安，让所有企图在这个地区挑起战争，要让台湾成为他们的战争代理人的阴谋完全失败，台湾的百姓能够有智慧辨别出谎言，不再随风起舞被利用。好像乌克兰现在这个国家应该基本上是不存在了，人民死了大半，政府早就被另一个政府所控制，大部分的土地也被有名的外资买走了，所以他们也早就没有主权了。愿全世界的人民都以此为鉴戒，也愿这个地区，我们所在的地区，因我们祭司的职任以及我们所带来耶稣的平安跟沙龙，使一切仇敌的诡计化为无有，让百姓有清醒的心，不跟随谎言而行。
好的，我们一起来接受上帝的赐福，请大家站立起来。神啊，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百般的慈爱，以及所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让我们能够安息在你的得胜当中。求你来赐福给你的百姓，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下次见。